我知道。哟，表弟，你晚上没睡，就这样啊？呛死了！没什么，表弟，你昨天晚上睡得好吗？那蛮香的，哎。啊！都几点钟了？你不是要帮我去开家长会啊？我本来是要给你去开家长会的呀，表弟，但是，啊、哎呀，我跟你说呀。就是刚才我出去的时候啊，啊，在路上啊，就菜走过菜市场的时候遇见了你妈。遇到我妈了？难道刚才去看家长会了？哎，其实我一开始老是拦着她的，但是我一时就没兜住，没管住嘴，我说漏嘴了。然后你妈说不用麻烦我，她去帮你开。完了，出大事了呀！表姐，你闯大祸了，你知不知道？她是去看家长会，我不得死。不行，我得去拦住我妈。不能走，表弟、啊，你看看你自己，你可还敢去吗？喂，这谁？这是我吗？我也看错了，表弟。这是你没看错，我真的没看错。我一过来的时候，不然我为什么一直问你熊猫眼、啊？那我怎么办？给我妈看家长会。反正你又不是没被挨打过，真的是多打一顿也没事。大不了你就在我表姐家多睡几天。不要表姐，这谁话的？不是你昨天晚上给我搞的？我一直在直播，小粉丝们都知道的。那这里除了我还有谁？除了你还有谁啊？阿花呀。阿花？对呀。这个阿花还敢换我呀？白喜欢他这么多年了，真的是。